好，那么我们讲完了中东战争，我们先带您看到最近的东亚也是相当的不平静。首先我们带您看到是南北韩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韩半岛现在是不是一触即发了呢？首先我们看到了北韩指控南韩的军方用无人机来渗透平壤，警告如果你再犯，我们要采取攻势了。南韩的无人机分别在10月9号在北韩的外务省大楼，还有胜利地铁站中间上空，甚至是北韩的国防省大楼上空投射了反朝宣传单。北韩直接公布他们无人机的飞行路径，认定就是从朝鲜半岛的西部这个白领岛这边起飞，那么来到了平壤这一边。那么北韩国防部公布调查结果，怒批南韩，如果你还敢再做侵略北韩的主权的行为，那不好意思，我们要进行最残酷的攻击行动。南韩的国防部也不甘示弱，就说了不好意思，不值得核实或回应。那么当然北韩的金宇镇，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她直接讲到，如果首尔市上空出现来历不明的无人机，而且散播隐傀儡，这个隐傀儡就是讲他们总统尹锡悦，而北韩变成毫无回应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看看肮脏的首尔野狗群是如何咬着泡沫来吠叫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双方的火气可以说是十足，只是你看到美国证实北韩现在已经派兵参战了，六周内两度访俄罗斯，北韩的外长出访莫斯科，崔善基六周之内两度去到了俄罗斯，声明指出崔善基的访问是一个战略对话的架构下进行。北约也证实北韩已经派兵参战俄乌战争，这对俄乌冲突将会是重大升级。北约的秘书长直接说，标志着俄罗斯的战争将会危险扩大。只不过俄乌战争，拜登称北韩军队援俄非常危险，美国国防部指出有1万人在俄罗斯训练。美国国防部说呢，北韩士兵被派上战场，标示着这个事态已经进一步升级之外，也凸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因为战场受到巨大伤亡而日益绝望。而现在俄罗斯的卡车运北韩兵到库斯克，乌军为攻敌恶补韩文。北约的秘书长说，现在北韩竟然已经派兵到俄罗斯参战了，作战地区可能就是被乌军攻入的库斯克。那么要怎么应对呢？乌军也很聪明，他们现在开始在学习韩文了。一旦现在在战场上遇到北韩士兵，也许跟他们讲讲家乡话，是不是还可以有机会来跟敌方对话，降低冲突呢？而北韩的弹药全是劣质品，俄军攻乌炮弹60%都是北韩制的，有些根本是没有办法爆炸，甚至是没办法瞄准的。美国战争研究所就说了，俄军向哈尔科夫发射的这122厘米跟152厘米的火箭炮弹药里面，60%是来自于北韩，但是真的品质太差了，不是打不到呢，就是没有在正确的时间来爆炸，所以相对来讲效率是比较低落的。那我们带你看到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现在不限制，俄罗斯继续推进乌东。美国国防部直接讲，好了，如果北韩真的参战了，乌克兰就可以使用美国武器，不会设新的限制。不过没有表明是不是批准乌克兰的深度打击。俄罗斯现在炸哈尔科夫，摧毁苏联时期著名的工业宫。那么这个国家工业大楼的大部分建筑现在已经被炸弹给粉碎了，它是乌克兰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历史可以回到1920年代，现在这个古迹都被打了。那么俄军10月占乌克兰478平方公里，是2022年3月打仗以来的新多。那么俄军快速的推进，凸显出乌军在国内的东部地区已经面临到一个相当大的困境。那么俄乌冲突2年半，2024，俄罗斯的 GDP 预计增长3.9%。那么你可以看到，今年前8个月，俄罗斯的工业增值已经增长4.5%了，加工业已经增长了8.1%，现在机械制造业可能会成长大概是20%左右。只不过除了俄乌之外，中印现在谁要当和事佬呢？芬兰总统现在飞到了北京，可能会对于这个跟大陆的关系还有俄乌战争来做商讨。那么他们说呢，他认为哦，俄乌战争哦，只要有利中国，习近平一通电话就可以让俄罗斯决定不要打了。泽伦斯基就说了，印度可以帮助促成乌克兰战争结束，印度是重要的全球参与者，可以把俄罗斯拉到谈判桌前。对于印度主导的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毫无疑问可以在印度举行谈判，他 OK。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南北韩现在是一触即发的状态吗？一触即发还不至于，但是我觉得彼此之间没有要收敛的这种情况，对，是往上在推高啊。目前来讲，韩国也没有说这无人机是我的，但是脱北者也说
啊，这无人机不是我放的，但是这无人机到底是谁放的啊？那韩国的这种做法有意思，也就是说啊，那是你这个朝鲜你自导自演这样。对。可是对于朝鲜来讲的话，我神经病，我自己自导自演，这种飞机在我首尔在我平壤的上空丢下反这个金正恩的传单，这个是可能性是不大。但是到底是谁做的？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因为朝鲜已经指定了，就是说就是在北领导，我觉得这个韩国应该要去核实一下，查一下到底是谁要故意的去挑动两韩之间的敏感神经。对，敏感神经。因为如果爆发了冲突，恶性的巡逻一旦上来，那会不会爆发您刚刚讲的有没有可能爆发战争，它的几率就上升了嘛。那我觉得朝鲜跟韩国既然都没有想要打仗的话，就收敛一点不就好了啊？但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要收敛的意思。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朝鲜的军队到这个俄罗斯去了。朝鲜跟俄罗斯有签一个新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普丁已经签字了，送到这个杜马，就是俄国的国会，俄国的国会在上礼拜批准了，所以这个条约已经正式生效了。这个条约就是以美式为版本的这种的军事同盟条约，也就是说俄方或是朝方有受到第三方的攻击，那双方都有义务要去协防对方。现在的情况就是俄国他的领土有受到乌克兰的攻击，就是库尔斯克，所以现在他要求平壤，就是朝鲜提供援助，朝鲜就提供12000名。这个本来啊，美国跟北约是不愿意证实，现在已经证实说这些人已经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去了。但是我觉得媒体的报道里面要小心一点，他并不是进入乌东地区去作战，他是在俄罗斯的境内对库尔斯克，就是俄罗斯被乌克兰打下来的那块土地去作战。那如果他一旦投入战场作战的时候，你美国跟北约还很难指控他说他介入的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他是在俄罗斯的战场里面跟乌军打仗，这不一样哦。在俄罗斯的境内，俄罗斯的战场跟入侵的乌克兰的军队打仗，我想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说这支军队被证明是能打的话，那俄军很有可能就会从这个库尔斯克的这个战场抽掉部分的兵力进入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了。那乌克兰的东部地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单单10月的时候，俄军就打下了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代表什么？军事的进展越来越顺利。如果他又有这么多的军队从这个库尔斯克脱离战场进入乌东地区，那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前景是非常的不妙。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我们来请教一下林玉芳委员。委员你怎么看？现在北韩竟然要到俄罗斯去帮忙打仗了，是吗？我们一开始是讲到北约的一些国家，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啊，他们的军舰到台湾海峡来。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亚洲的军队跑到欧洲的战场去打仗，就是北韩的军队，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这个冲击很大，也就是说，南北韩的对立已经延伸到欧洲的战场去了。延伸到乌克兰的战场，或是说这个俄国的战场上去了。那这意味着会是什么？会让南北韩的敌意更加的深浓吗？因为那这个南韩的这个大统领已经讲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是间接的卖武器，不能直接卖武器给乌克兰，那我未来我就可以直接卖了。所以那这个敌意会变得更深浓。这里面敌意不是只有南北韩的对立的问题，是俄国会更恨南韩。那这个意味着会什么？那就北韩会受到俄国更多的军事跟经济的援助，那发展他的军备，那这样的话南北韩的对立又会更加的升高。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会有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出来，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你北韩送到这个战场上
乌克兰战场要俄国战场去打仗的那个表现如何。对，如果他们打得很顺的话，那我告诉你，欧洲的国家，北约国家也会试着叫南韩送军队去帮忙。那是不是南北韩军队就在乌克兰在俄国土地上打起来了呢？世界参战了。我想越战的时候，美国是有叫南韩白马师，对，那直接上两个师，派到这个越南去跟越共打仗啊，对，跟北越打仗啊，只有这样子的。所以也就是说，在最后变成这个战争的延伸，会串联在一起，地区超越地域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对，那这个连结是会让对峙的紧张的关系会从欧洲会到原本就已经很紧张的这个西太平洋这边来，好，到这个东亚这边来。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大家要睡好觉会越来越困难了，越来越大的战场。对啊，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北韩的兵如果真的像想象中那么强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有更多的兵就会到这个乌克兰的领土去？这是大家很担心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军，那你又怎么是看这个北韩兵这件事情？因为北韩出境作战，南韩一定吃味，所以他就吃味了嘛。为什么？因为现在乌克兰已经是这个战力残破，精疲力尽。那乌克兰这个乌克兰战场的死伤那么多，好，那现在北韩进入这个抓尾段，刚好杀尾段，刚好坐收其刚好事半功倍，坐收其成，这战果辉煌。那今天南韩一看，他当然吃味啊。是不是？那第二个，我认为现在北韩如果跨境作战的话，它可以汲取现代战争的经验，现代战争那这个是很珍贵。一回收将来对付南韩，那驾轻就熟啊。了解无人机怎么使用？对，因为他们有实战的经验了嘛。那如果是过来的时候，那南韩会这个瑟瑟发抖，会这个样。所以南韩在这方面一定吃味嘛。第三个现在朝鲜跟俄罗斯攻守同盟，因为他已经帮他了。那将来的时候，他乌克兰战争结束的时候，俄罗斯一定投桃报李嘛。那变成南韩要面对两个核武强权，那南韩是没有一个核武，他两手空空，然后这两个邻居又是邻居，当然对南韩这方面的压迫，军事尤其军事上区域安全上的压迫一定很大，日甚一日，所以南韩在这一方面一定吃味，不知道怎么样去，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也没有也无解。那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战场，看泽伦斯基，泽伦斯基是战略错误，非常可惜，战略错误。他要看到俄罗斯要的是什么？俄罗斯要的就是扩张领土，扩张占领。所以土地一直在被占嘛，很清楚的嘛，想要回来一定要靠战力能够要回来。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俄罗斯就是要乌克兰完全屈服。那你看现在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乌克兰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就没兵了嘛。因为俄罗斯有北韩帮忙，但是乌克兰没有人帮忙啊，就是给他武器你自己去打，自己去发挥，自己去把自己的国土要回来。但是问题是越打越多，这没有办法的，他就是要俄罗斯就是要乌克兰完全屈服嘛。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俄罗斯就是要在乌克兰建立非军事区，那你叫乌克兰不是就这个老虎就没有牙齿了？那乌克兰怎么办？乌克兰怎么办？乌克兰现在找中国大陆，乌克兰找印度，那是缘木求鱼啦，那是没有用的，那管不上。最重要是俄罗斯，还有个美国，你为什么不找美国？那找美国找了两年没用，那你要去跟俄罗斯谈呐、啊，你们找。